华晨宇变身仙女哥哥，开始学过尊留长发。随着出道时间增长，华晨宇的才华越来越出众，连颜值都受到重视，一直增长了。22号，调皮的花花晒出美美的自己，要留霍尊同款，侧脸美翻。花花，你是和霍尊老师切磋技艺，意外爱上了他的发型吗？看你假发要戴多久？筒子们，你们觉得花花哪个发型好看呢？